可恶，凯蒂终于也是走游哥回来了。什么？人家游哥瑞腾回来了呢？不是啦，你耳朵听我讲嘛，忘了我跟你说中文。就是魏如云小时光笑啊，巴菲，你又上来喽！哎呦，阿弟，什么时阵要来去高雄和大家见面呢？12月24号，圣诞夜，来见证属于我们的幽默。魏如云小时光笑啊，巴菲，我们不见不散。